啊，不过达多哈，这杯茶哈，我感恩咱的校长，是他请我喝的哈。哎，我觉得那个中国人那种奉茶的感觉真好，嗯，有没有？就是一种很诚恳的感觉。对啊，我真正被上过达给你们呢，好不好？而且把好东西、好东西跟朋友分享，真的是送好茶给大家喝，对不对？哈，今天我们喝的这个茶是很特别，而且是我们台湾。你是台湾之光，台湾的荣耀，对对 对, 对。但是我们要爱护它，我们现在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把这个健康的一个理念带到我们的身边，不是像过去什么滥砍盗伐这种心态，对不对哈？是到实验室真真实实的让它富裕的更好，对对 对, 对不对哈？来来，我们再来喝一下，谢谢谢谢啊、哦哦，回甘的感觉真好、嗯、你要不要体验一下，等一下有机会好不好？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哦，我们刚才跟我们校长谈到了，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是很清楚啊、哦、牛樟芝，牛樟芝现在有很多人其实每个健康食品来对马干公它里面都有放牛樟芝、嗯、哦啊，有的什么牛樟灵芝该控奏会啊，等大家都混淆不清哦，告诉你哦，事实上牛樟芝就是牛樟芝，它也不是灵芝，对，但是它的一个能量还有它的一个力量，其实在我们的科学的研究已经发现它优于灵芝，对，因为它含的三铁的成分又多，又多种类又多，含量又多，这样。对，但是呢，我们要补充所谓这个樟芝的一个能量的时候，其实还要了解是子实体吗？还是菌丝体？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帮朋友们做一个比较哈。对，我刚才，校长，你要不要跟我们说明一下？好，嗯，我刚刚不是有讲菌丝体吗？就像我试管里面这个一样嘛，哈、嗯。那这个养起来很快，嗯、长得也很快，所以它还来不及产生这个三铁，因为三铁是要更后面它才会长、嗯。那我们可以用液体培养或固体培养，它成本很低，是长得也很快。对，那么营养成分就是说它几乎是不含三铁，都含。多糖体、嗯嗯嗯、可是要是长成像木头上深红色这种子实体的时候，它就有很强的苦味了、哦、里面就含有很多的三铁了、嗯、而且培养的时间就要 很长，是它的累积的这个三铁才多，而且葡聚糖的这个分子量也会、哦很高，这个高分子的这种葡聚糖、嗯、它才具有多糖的效果 哦。如果你说一次一般的低分子的多糖，对对对、嗯、它对免疫系统啊，这个在研究报告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没有那么好。对、嗯，所以因为您自己很清楚哦，所以我们今天说健康要见真章哦，要了解。那您也知道说这个东西这么好，所以当您后来发现说，其实我们能够更普遍化，其实学术的概念是要能够普及化，这样研究才有意义嘛。嗯、对。那其实在这个整个推广的过程当中，您先从自己开始。对，对不对？ 我是哈、哦，说真的，我有一点像人家说的这个神农尝百草。是。我要开发任何的东西，我一定从我自己以及我身边的人开始。哦。就好像说。嗯啊，我看到这个文献记载都说它对肝脏很好、嗯、对肝病怎么样、嗯、那我自己小孩就很奇怪、嗯、他就有 B 肝带原、哦、我就很苦恼，所以我大概十年来、嗯哦、这近十年来我一直在想怎么样把他的 B 肝病毒的这个带原把它弄好，虽然它没有症状，对，可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哦，所以我就也是想办法、嗯、用这个樟芝跟一些中药是把它混合给它吃，那它今年终于告诉我它的检查报告是 negative， 哇，完全没有这个抗原、也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病毒了，对对对，这个病毒完全不见了、所以我就很高兴，我说哎呀，我终于如释重负，他的健康已经获得保障了，没有那个不定时炸弹在身上。听说儿子在哪里工作？在竹科，在竹科、他的公司在竹北，不过他的工作就是，跟科技人一样啦，他是做 IC 设计的，所以这个也嘛就超哎哈、啊，这个阿娘哈、哦，这个阿娘呢在哪里？您的大学在哪里？在彰化对不对？我的大学在彰化，对，大业大学在彰化，有一段距离呢哈、但是呢。阿母的心情对咱的好生赶快要遥控，所以听说那个报表是怎样传真到你的办公室里头，让您知道的哈。说他变好了，对，说他变好了。对对对，好，怎么变好的？我想刚才其实我们是让这个茶哈，多了一些好朋友加进来哈、其实你也可以很单纯的说，我们只要怎样热水直接，就起码几天哦，很烫哦。很烫，这个热水，然后因为一定要有热水，它这个三铁才溶得出来，才有溶得住。那校长，虽然我有处理过了，帮我们操作一下好不好？来来来，这个怎么泡？通常这样子一壶哈，
你会建议大家丢几包进去？差不多丢个三包吧。三包哈、哦。嗯，那你那较干呢，买要吃要吃一个较有气味的。较有气味。哎、欸，那通常水要够热哈。是。水要够热，那这个三铁才会溶得出来。那它不怕烫咯，真金不怕火炼就对了。它不怕，它不怕烫哈、哦。我们放两包可以了啦。放两包可以哈、哦，让大家看一下。看一下，然后最少要泡个五分钟。哦、泡个五分钟、哦，因为你泡的太快、嗯，它还没有出来。是，虽然我这个有做过处理，就是说它比较。容易溶解出来，但是也是要给他一点时间、哦。这样子哈、哦欸，所以通常我就会泡个五分钟、嗯，跟朋友一来我就泡上去，嗯、然后跟他讲一下话，我们再开始来喝，也不会那么烫。对对对，等一下哈、嗯，就不会烫嘴啊，对不对哈？对对对对好，我们现场电话。